请你到我们日本去啊。这种谬论引发了当时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气愤，然后他们决定找出史实资料，然后来批判和推翻这种谬论。于是他们多方探求资料，终于有心人在一本图书当中发现了这座台山壁画的照片。于是根据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敏感度，他们认为大佛光之寺是唐代木构建筑，于是挤入山西啊，